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。我是杜师傅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糖醋猪手。材料：猪手1500克，冰糖90克，姜片30克，料酒1茶匙，陈皮半块，花生150克，盐、胡椒粉适量，蒜头3粒，红葱头1个，白醋200克，杞子10克，生粉芡少许。猪手飞水10分钟左右，清水冲透，爆香各料头，然后爆香猪手，花生泥先煮30分钟左右，跟猪手汇在一起。冰糖放少许嘅水，炒焦糖取色提香。将炒好的焦糖水焖住手，花生汇在一起。倒入白醋，收细火，炆一小时15分钟左右，勾一个稀的生粉芡即可。菜色：甜酸爽口，肥而不腻，颜色自然，焦糖香浓，很好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